欢迎收看我们的每周三六零，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发生的重点新闻。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第一则新闻就是第十一代的 Honda Accord 在北美正式公布售价，而且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虽然之前有消息指出呢，全新一代的 Accord 不会那么快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但是已经有媒体拍摄到这款车在泰国进行测试，也就是说这款车其实距离在本地发布是很接近的。其实全新一代的 Honda Accord 跟对比上一代车型呢，他们采用了相同的平台、相同的架构，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优化，例如说外观设计，例如说组装品质，例如说内装的用料等等。因此新一代的 Accord 其实有着非常大的进步，而且重点是呢，原厂这次取消了 2.0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只采用了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还有 2.0 公升的 iMMD 混合动力引擎，主打节能减碳。另外呢，我个人觉得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其实也是比较帅的。在价格方面呢，北美的 Honda Accord 售价大概从28,000多美金起跳，折合我国的货币大概是124,000多啦。不过相信在马来西亚，如果发布了之后，这个价钱应该不会那么低啦，应该是介于这个16万到19万之间。大家觉得新一代的 Honda Accord 怎么样呢？第二则新闻就是 BMW 的最后纯种后续跑车 BMW M2 呢，正式现身我国的官网。这款车型呢，其实是一款非常好玩的车型，主打驾驶乐趣，纯后轮驱动，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还有很出色的动力表现。目前这款车已经在国外开售了。至于本地呢，则是刚刚出现在官网。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官网注册一下这个你的个人信息。等到发布的时间呢，那个原厂就会通知你去试驾或者去订车啦。这款车型其实是一款车身尺码非常小的车型，而且呢，它采用的是双门酷配的设计风格。我个人觉得啦，这辆车的外观设计是很好看的，而且呢，它是采用纯后轮驱动。因为目前呢 ，BMW 的 M 车款大部分都是采用了这个 All-Wheel Drive， 也就是全轮传动系统。但是这个 M2 还是保留了最传统、最纯粹的这个后轮驱动，因此这个驾驶感受真的是非常的爽，而且你还可以 drift 哦。重点是它采用了宝马的精髓，也就是直列六缸的涡轮增压引擎。这个引擎的代号是 S58，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460 HP， 峰值扭力表现550牛顿米，数据非常的惊人。而且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4.1秒，非常的快哦。目前呢，这款车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售价了，但是考虑到上一代的 M2 普通版售价已经接近了60万令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一代的 M2 会卖多少钱呢？第三则新闻同样的也是跟 BMW 有关，就是原厂宣布从即日起呢，他们的车款全系标配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不用再加1299了。在以前的 BMW 呢，他们的 CKD 车款呢是没有 Apple CarPlay 的，如果你想要 Apple CarPlay 这个功能呢，你需要另外添加1299才会获得这个功能。所以我们时常在影片中酸 BMW 啦，就是讲买到这样子价钱的车还要给一个1299才有 CarPlay。 但是这次原厂宣布呢，这个功能还有 Android Auto 呢变成全车系的标准配备，也就是讲不管你是买到 CBU 的车款也好，还是买到 CKD 的车款的，你都可以免费享有这个功能。不过从2023年起呢， BMW 的车系呢会有一个价格调整，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完整的价格表，可以去到 BMW 马来西亚的官网或者亲临他们的展示厅啦。第四则新闻还是跟涨价有关，也就是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疑似涨价。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流传了一张全新的价格表，也就是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涨价，不过涨价的幅度没有很高啦，每一个车系大概是涨价2万多块啦。也就是说在恢复了 SST 之后，再经过涨价之后，如果你是在买 Corolla Cross 的 Hybrid 版本呢，售价其实是超过这个14万令吉的。不过呢，其他的版本都还是在14万令吉以下啦。这款车其实在2022年以 CKD 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发布，在当时呢，因为有免 SST 的关系，所以它的价格非常的有优势。目前呢，它也是我国最畅销的 SUV 之一，跟泰国、跟台湾、跟其他市场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你们觉得 Corolla Cross 怎么样？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而在我国版本的 Corolla Cross 搭载了两个引擎，一个是 1.8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另外一个则是 1.8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其实这一次全部车系都涨价，但是我们暂时还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涨价。另外，之前已经订车的车主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也要等待原厂的公布。如果我们接下来有进一步的消息，也会带给大家。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最后一则新闻就是莱哈苏呢在印尼注册了全新 V segment sedan 的专利，这个可能会是未来 Prodo 的新车。其实这一款车就是我们熟悉的全新一代 Toyota Vios。事实上呢，全新一代的 Toyota Vios 是由莱哈苏开发的，采用了 DNGB 的平台。所以对于这款车来讲是莱哈苏的心血之作，也因此如果他们要注册一个他们的车款，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啊。
全新一代的 Vios 呢，不管是在内装设计跟外观设计呢，都有非常大的改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装呢，跟这一个Daihatsu的车款有着很多的 share parts， 也就是说它们的零件共用了非常的多。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车因为采用了全新的 DNGA 平台关系，所以它的这个操控表现跟安全性都有大大的提升。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Daihatsu版本的车型什么时候会开卖。另外呢，由于 Prodo 跟Daihatsu还有 Toyota 的关系呢，我们相信未来这款车是有可能会以 Prodo 的名义贩售，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三六零的内容，你觉得哪一则新闻你最感兴趣，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还有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次节目见，拜拜。